野菜进城卖，今天要打一种城里头人见都没见过的一种香料，拿到城头去卖。哎呦，那个林鸟慌得很。哎，对对对，那一根儿多。你背兜头搬的最多。悄悄的在那儿笑。你昨儿晚上做梦都打呀？好搞笑哦！对，木姜子的收购价是5-6元一斤，那个价格好诱惑人嘛！每年一到了那个季节，村头打木姜子的竞争激烈得很。打木姜子，一个是要靠运气，二个是要靠眼力，要到处盯，四面八方的望。走嘞！山林里面的野火多，哇，你看这儿多，嘿，这个裙子好吃哎，这个裙子好吃，哎呦，娘，哎呦，我的娘，你们走到哪里了？哦，晓得了，我看到你柱子在摇。你们千万不要心疼，我那样的方法撇木姜子树，它都像花椒树一样，越撇它，它都发得越好。娘爷，你今天的目标是打好多钱的木姜子？300块。要得，我们都朝着那个目标努力哈。白白走起都有点困难呢。木姜子卖得贵，但是太难找了。就像杨姨说的，一天打300块钱的话，要打到天黑了才能够回家。啊，要得，前面也有很多哈。哇，来了啊，飞飞，走。哦，那一片好多木姜子树哈。来，快折。来来，杨英，快折。快折，吴杨英。哎呦，姐姐，你莫说那个山林里儿里头，走脱了的话，真的要遭迷路哎哈。是啊。哎呦，飞飞，你今儿都惨了哈，把飞飞都累得舌头哈呀哈的。为了把那个煤油味儿带到城里面，好辛苦嘛。贝贝今天供那个零点供起都有点困难。嘿，终于找到你们几个了耶！娘娘，你们打了好多了？我看看，咦，有大半杯了哈，10大斤有了哈。嘿，好多次哎，在那个山林里面一定要穿长靴儿，通血供进来。狗儿今天都要供餐了，山头的天气都是变化无常的。那那会儿又像要下雨了样哈，娘娘在下雨了，哎，你还会想办法。这个其实还是把那些老婆打死噻，就是他用晚上打那些东西。木姜子，我们也喊它三伏椒，它的形状跟花椒极其的相似，但是它的枝干上面没有一颗刺。它的味道比花椒的香味浓10倍，吃得来的人极其的喜欢它，吃不来的人都极其的讨厌它。嗯，满手的香味，我们山头人都会把它放到鱼汤里头、小面里头、肉丝里头、豆花里面，那都好看了的。你看那个季节我们山头的栀子花也开了耶，现在还开多在耳朵头。把手洗了，吃东西吃了又去打木姜子，快来洗手。这是鱼儿窝吧？没有，哪个说的是牛儿窝个料的嘛。这个给叔叔吃，个叔叔可以拿的。
肉你要吃毛毛虫啊？你毛毛虫找我们吃了呀？给你个毛毛虫。吃饱喝足，又走下一个地方。杨坤爷，快你打的接到，叔叔的打的都也中。来，何亮亮，来过来。好。哎呀，今天我们运气撇哦，我们几个人运气撇。我们两个都没打到一轮多，你在哪儿打的哦？我们今天运气不好，走龙到处都遭打了，真是没打到好点儿。打那个东西真的要靠运气。啊，我们今天打我们这个运气。就不没打到点儿。哎，每样活都可以到那里酱油。何亮亮办招待。办招待，你这个。快来坐到这，别那个呀，我跟你。我给你弄成嘛。何亮亮，我明天带点木姜子到城头去搞哈儿看嘞。如果说好卖的话，一个抱紧我哈，还有两个，没得了哈。走，我们出去数嘛，好多个？四个，六个，数嘛嘞。等等等，我都走了。有，没有？嗯，有蛋了，你都给张书记说嘛哈。走了。